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今天的门口开着的。走掉杰哥，哎，小小，你搬这个才干什么？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呀？哦，我想的，我帮你拿一下。不用，我拿走，就是我想的，阿姨她身体不好嘛，我给她买了点肉啊、鱼啊、那些鸡蛋那些过来给她补补身体。你真有戏啊！阿姨呢？哦，我妈今天去小姨家了。啊，她去小姨家了。是啊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晚上就回来了。晚上回来啊？嗯。哦，那可以。往里面坐。好。你人来就行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过来。哎，我妈要是听到你给她带这么多东西过来，她肯定会高兴死了。那个阿姨她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他身体状况恢复的挺好的，要他一身体状况一恢复的好，就闲不住，老是跑这里去跑那里去，然后但是千万不要干活，就是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杰哥，你把柴放着嘛。是，我叫他不要干，但是他们这一辈的人他就闲不住。主要是他这个脑毛病的话，要不还是我们带他去大一点的医院看一看吧。老是这样子也不行啊。我怎么可以去呢？你看现在之前去最上医院看他都没住年头，他就说要回来，他怕浪费这个钱，然后他自己身体状况他自己也知道，他说他恢复的挺好，每天都忙这个忙那个的，我都叫他不要干，他非要干。你多劝劝阿姨，如果到时候我也劝劝她，叫她跟我们一起去检查检查，检查身体没什么毛病吗？那是最好的嘛，对不对嘛？身体好了，什么都好，少干点活，让她好好休息。那今天我给，要是阿姨一会儿晚上回来的话，我给她做顿饭。你会做饭？我会。那我妈岂不是有口福了？让她补补身体嘛。那我先去洗，把这个菜给洗了。那我给你打下水，我帮你一起洗啊。嗯，好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。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
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，给我你多年以后让我紧的手。哎，这个坐着吃啊，你看啊，今天弄点苹果，今天辛苦你了啊。没事，那个阿姨她现在还回不来吗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对晚上才回来啊。他说他特别喜欢吃你做的菜。没事，这些菜的话我都给阿姨盛了一点放在那柜子里面。你一会儿晚上阿姨回来的话你就帮他热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吃。杰哥来，我帮你盛饭。不是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坐着，你坐着。好。杰哥，我。哎。啊！吓死人了！你这两个木头干嘛？那个啊，哇，这么辐射啊！我这个脑子很不妥，我都早一天了。去问你来干什么？啊，不是你们也不得等我，我也不愿意让我在让你扛着辛辛苦苦的，累都累死了。我现在这个腿都那个晒伤了。你过来帮杰哥干活了？啊，我也找这个柴，我这是找。哦，找老半天了，找了一天了，辛苦你了，我给你盛饭。你也找了一根啊？啊，你也找了一根啊？哦，辛苦你了，我给你盛饭。因为找这个，所以才那个。哦，按姐，我用这个，我用这个，这个好装菜啊。这个我用这个嘛，这个好装菜。这个好装菜，人家那个碗太小了啊，不好装。你盛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不好装菜啊，没吃得完啊。我天哪！你活干完了你就回去了。我饿死了，我已经已经饿死了，我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一天起来我就去砍柴了，安全对吧？我都砍了很多柴，都放在那里了。是，已经辛苦你了，你那你多吃一点。你吃得完吗？你把这一袋饭饱都吃完了。反正安全你们家反正。反正是你自己的。杰哥，别管他。哦，谢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啊，我进来。啊，行，安全。不客气啊。杰哥，你坐这个。没事，我就站着吃嘛，没事，行，你坐着吃，你坐着，吃吧。来，杰哥，你吃一块排骨。哦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让我来。哎，小小。啊，谢谢小小。谢谢小小啊。你真的。我自己来。你我再给你夹。我给你夹。来。谢谢啊。吃饭，杰哥。啊，这个啊，你做什么这个？是啊，那安杰应该做不出来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真的好好吃这个。穿过狂野的风，你慢些走。我用沉默告诉你，我醉了酒。乌兰巴托的夜。那么轻，连风都听不到，飘向天边。